你们是夫妻，你带着重生回去，臣的倒是不会怀疑你们。 我不能让陈德道见到重生，我不能让重生跟他有任何瓜葛，他会害死这个孩子的。站长，站长，我求求你了，重生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让他回重庆吧，我去，我一个人去。顾少君，我这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，这是命令。 我实话告诉你，要是想你们母子安安稳稳的活下去，就老老实实的回到陈德道身边。我顾双菊宁可死，也不能让重生跟我一起回去。 顾少君，你以为我不知道重生回到陈德道身边有危险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有多恨陈德道吗？你们知道有危险，难道我不知道吗？你知道南京城里有多少人要我的人头？我从重庆来到南京，就没睡过一次安稳觉。每次我走在路上， 与陌生人擦肩而过，我不知道会是谁突然投石手枪，一枪将我的脑袋打开了花。每次我踏了这个门，我都从心底里边感谢老天爷，让我安然无恙的回来。这样。 我和我的妻子、女儿就多了一份团聚的希望。你以为我是铁石心肠、钢板一块、不近人情？我也为人父，为人夫。为了保护好我的秘密身份，我的女儿一直以为她的父亲已经死了。 我也希望早日回家，让我的女儿知道她的父亲还活着。我只有忘记那些身份，我一直不断的告诉我自己，我只有一个身份，我是一个军人。 既然走了这条路，就没有什么你不能割舍的了。包括你的孩子。